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咱们是摩登兄弟。哎，然后荔枝哥你们好，为什么叫我们荔枝哥呢？真的是。是因为我说我这个下半身瘫痪了，然后你觉得我很励志是吗？好吧，感谢好朋友们，感谢感谢，啊，感谢好朋友们，行吧。那今天我唱点不一样的歌，在九九幺啊，往常可能唱的歌大家都听过了，最近唱一些你们在九九幺没有听过的歌。这首歌叫做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啊，来自这个，来自谁的？好像是这个李宗盛的啊，是李宗盛写的，反正是，啊，送给你们啊。开开嗓子。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？你却磨灭了心中的火。我还能够怎么说？怎么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现在自己去生活。你和你对我说，试着找寻自我。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？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吃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直接传来你的温柔。每一次深情眼光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？你却磨灭了心中的火。我还能够怎么做？怎么做都是错。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，只要改变这结果，我会说我愿意做。我受够了寂寞，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？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止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直接传来你的温柔。每一次深情眼光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怎么说出口？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止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直接传来你的温柔。每一次深情眼光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谢谢杨小雪啊，也感谢我大吉祥送的十组爱我宁崇拜啊，回直播间给你唱吧，崇拜好不好？Thank you。今天呢，我就不想唱一些太激烈的歌曲啊，因为我发现九九幺大部分都是女的。你们可能习惯了这种温柔的这种歌曲吧，所以我今天我尝试一下给你们唱点温柔一点，多唱点小情歌好不好？今天这首歌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。
哦，很少唱这个歌，我在我自己直播间也很少唱。这首歌呢是这个还是蛮好听的啊。再一个是这个，今天我感冒了，唱不了太多太狠的，嗯。学会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，少了一个人斗嘴，多些朋友的安慰，一切都不是错觉，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散满地的心碎，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并不是错觉。谢谢我小凤眼，喜欢这歌吗，朋友们？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我来不及后悔。欢迎快乐哥。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散满地的心碎，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散满你的心碎，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并不是错觉，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。谢谢霍克哥，感谢我大哥。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歌啊，这个歌呢是一个偶像剧吧，是台湾的偶像剧，叫做终极一班啊，终极一班二里的一个这个插曲片尾曲，好像是啊，是吧啊，大部分年轻的人都看过啊，我比较年轻。好吧，感谢好朋友们，那也谢谢九九幺的这个所有好朋友们的支持，那感谢我郭可哥啊，感谢我郭可哥，然后呢选了五首啊，五首这个好听的歌，喜欢哪一首把他的歌名扣在公屏上来，把歌那个数字啊，数字来三。OK， 这首突然好想你啊，
突然好想你，在这寂寞的深夜里啊，送给你们来。突然好想你啊，朋友们啊，如果这个喜欢我们摩登兄弟呢，给咱们直播通知点一点，在这儿电脑用户在这儿有个小方块啊，打上对号。如果你平时都用那个手机看啊，手机用户在上面有个黄颜色的心啊，心形的黄颜色，那就是订阅，订阅一下我们好不好？然后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，如果你喜欢看腿也有啊，看腿也有。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搅动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年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，爱骗不过自己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梦里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我们像一首最美丽的歌曲，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？顾客大哥，感谢。我们那么甜，那么美，那么相信，那么疯，那么热烈的曾经，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？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破裂的回忆，突然模糊
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定，四季过没有你，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Thank you， 感谢在场的好朋友们啊，感谢过客哥，感谢大哥啊，这叫起飞嘛，我看现在刷了470多组啊。等一下朋友们，我把这声卡关一下啊，有点杂音。对啊，重开好像就好了啊，我就声卡关一下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然后也谢谢你们的捧场。如果此时此刻喜欢摩登兄弟的，给咱们那个直播通知点一点。手机用户呢，上面有黄颜色心点一点。然后在这里给那个咱们有个瑜伽的一个电影打广告啊。这个我也是我参演的一个电影，叫做《擒贼有道》，10月12号在这个爱奇艺上映。然后你们有时间的可以去看一看爱奇艺啊。然后叫擒贼有道，擒是秦始皇的擒，然后贼是小偷的那个贼，有道啊，擒贼有道，也快上了啊，感谢啊，谢谢郭哥哥，那来吧，那我再唱两个歌啊，叫做这个其实都没有送给你们啊，要会员嘛啊，肯定是有要的啊，需要有爱奇艺会员啊。没有的话，一会儿到我直播间领取一下啊，领取这个充值网站啊，到时候去充个，开个会员。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，忘掉了的人都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有他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，你被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散到空中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够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是泡沫，用双手轻易触就，有他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，你被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散到空中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只用那种特别干呀
哑的喉咙，伤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都留下了，其实都没有原谅。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够一个人的在做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难的爱说。我也曾经做梦，真的也很痛。Thank you.